我真的，我什么？你就是那组队友。这墙，这玻璃都比你好。反重力自拍馆，据说里面所有的一切全都是电脑着的，听着就很时髦。一共有三层，咱简直能可劲儿玩了。在房顶上看电视是种什么体验？穿着就得这么拍。来吧，厨房 VS 扫扫地，得变得什么神功？哇，这屋子里的一切全都是反重力的电脑场景，这太炫酷了吧！平时做不到的高难动作都可以随意做到，我变身蜘蛛侠了。我是大力士的秘密藏不住了，穿吧了。反正这地儿牛顿来了也得梦一下，这个是真的床铺的天花板了。皇上倒立，这个地方我看韩剧就知道怎么着了，千年的守护等来一次回眸。搞错了，再来。我又掉下去了。真正厉害的钢琴师都会倒立钢琴。这么打麻将全让你看明白了，想看哪里看哪里。风车有力，人海底遨游，你看这风光明明的，其实没有水，但是就像是在海底。重要的任务连着线的，重要的任务就想这样，我们要轮椅的方针。发射！来到了少女的浴室，洗衣机马桶浴缸，居然还有体重秤，我要被马桶冲走了，完了！魔镜，魔镜，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？高了，高了，高了！不要划走，来看看我拍的成片吧。